盘点那些老玩家的回忆视频，首先来看第一位。到最后，请星星与夕阳仍留在身上。到最后，请星星与夕阳仍留在身上。来不及讲故事，多跌宕。又飞起巨大风乱，成全过你我正好。想起以前，只要一上线，必不可少的要去训练场穿那件吉利服。虽然知道回不去了，但那毕竟是属于我们的回忆。哦对了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两个绝版表情包，括号输入鸡大啃，就会出现一个戴帽子的小鸡，括号输入梅花公主，就会出现一个扎着头发的美女哦。兄弟们，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。舒瑞玛，你的皇帝回来了。来呀，战得痛快。断剑重铸之日，秦氏归来之时，跪倒在我面前吧，我将释放你的能量。敌人之血，大洛克萨斯，月之笑，万灵岛之力吧。给拉亚斯特跪下。艾欧尼亚昂扬不灭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共谋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，挡我者死。干掉他们！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我并不想与你为敌，我是要与世界为敌。你觉得你能杀死我？真的非常怀念以前的吃鸡战场，还有以前一起玩游戏的兄弟。而视频中的画面，哪怕现在再怎么优化，也没以前那么经典了。最后这个视频，我相信老玩家看了一定会流泪。这太难了。好好学吧，小子，会变强的。那你能教我压枪吗？有我们在，你在后面舔包就好了。哎，啊，枪可不是你这么打的。蔡苗，扫他！我没有药了。别放弃，抬起你手中的枪，献出你心中的信念。要四明岛，对面狙击手叫。中烟，救人。女人偷袭。什么？敢动我的人？你们会离开我吗？不会啊。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？我们还是我来说吧。小子，你听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另一个战场，一个比绝地更加凶险的地方。那是哪儿啊？带上我好吗？现在的你还接受不到。那我们之前还有机会再见面吗？长聚长散那一刻才是最难忘的时候。你只要记住，我们曾经相识在绝地，相离莫言弃，相逢会有时。去吧，接下来是属于你的世界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要尝试一下下局一起玩吗？但我们是新手，会不会麻烦到你啊？放心吧，不会，我会教你们的。你们的 DR 不是队友， AK 不是你能掌控得了的性命。尝试一下这把 M4， 做好掩护，利用好掩体，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记住，把你的队友给我放在第一位，记住我教你们的一切。我也该走了。你要去哪儿？去找他们，去那个属于我的新战场。那你还会回来吗？或许吧。记住，新人接替，旧人离去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